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集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一个高清重置的小玩具。那可能有人会说，我怎么还不赶快更新某某某玩具啊？这样子的话更新越来越慢啊。没有关系啦，这个毕竟这是虎扑集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嘛啊。虎扑集下是摆在变形金刚前面的，所以呢看我的节目的话呢，还是以我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啊，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啊。那有一些玩具呢，其实慢个几天更新呢，其实也没有关系。我现在想想现在冲动型的消费者应该也没那么多啊。那大家愿意等的话呢，就等嘛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当然是有点夸张的举例啊。如果说今天这个老肖突然跑出来啊，做一集什么样的玩具呢？只要是没有更新过的，大家就看得很高兴啊，并不会说一定要他介绍新品，我们才会想要看嘛。那我今天的话呢，是有感而发啊。我刚刚在早餐店带我小朋友吃早餐的时候呢。啊，我看到有一个小男生啊，就坐在我们隔壁桌啊，他手上呢抓着一个小型的一个红色的一个，像是连接车一样的一个小玩具啊，那就进来的时候呢就抓着啊，坐下来也抓着，吃东西也抓着，喝奶茶的时候也抓着，结账了，啊，擦嘴巴准备走的时候呢也抓着那个玩具不放，好像呢一刻不能离开他的感觉啊。这瞬间的话呢，会让你觉得胡夫妻的是个变态嘛，对吧？一直看着小男生干什么呢啊？看小女生也就算了啊，这个呢。让你们知道了也没有关系啊，我只是在做一个社会观察现象了。其实呢，像我们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年纪跟我甚至比我还要大一些的一些玩家，可能今年都45以上的啊，大家呢还是对变形金刚还是很有感情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都曾经有那么一段，就对某些事物呢就非常执着的一个阶段了。那这样以我自己来说啊，我做这个节目9年多以来，其实已经成为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那么呢？就可能也放不开这个节目啊，就各种心情好呢就拍拍节目，心情不好呢也要拍拍节目啊，舒压一下，跟大家聊聊天啊。就感谢各位呢啊，经常来看我这份病历表啊。那么谢谢大家，那就继续看这一款啊，做工非常精细的一款玩具。当时我给他的评价就是呢，小归小啊，但是呢，它的一个我给各位看一下，我举一个例子吧啊，这个是魔方啊，魔方的这一个吊车啊，对，你看。滑车了啊，你看两个的大小呢几乎是完全一样，所以它的一个细节的话呢，在这么小的玩具上面呢可以做到非常的吓人。所有的螺丝钉啊，上面的这个涂装你看还是印得非常的清楚啊，在 C313 上方这些盖子啦，还有这个拉这个铁环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包括这个配件上面的东西啊，通通都有非常精细的刻画。底盘可以看到机器人的样子啊，它的变形其实没有什么覆盖度，也是应该说整个是车包人没有问题了。下方的话有轮子也是它坦克状态下的唯一能动的一个地方，那滚动性还不怎么样，普通而已啊，但是坦克车嘛也就不要求太多了。炮台什么通都不能动，上面这个部件呢可以结合成一把手枪，那暂时的话呢我们就先把它给拿下来，让它的一个造型呢更加的干净一点点。那这个结合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把它给扣上去就行了啊，就是这个地方转一下把它给扣上去啊，这个可以变成人形状态下的一把大枪。那我们来简单的进行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非常的简单。这个部件可以先把它翻起来，然后呢两侧部件呢将它给折下来，这个地方呢往后拉一点点，就可以再把这个腿给解放开，这里也是一样，往后拉一点解放开来下来。通常这个时候呢两腿中间呢会自动爆开吧，这里两条腿就出来了。上方的话呢直接把它给往两侧拆开就可以了，直接拆开。那这个时候手臂的变形基本上你要说它完成也可以了啊，就只要把这个部件翻上去，两侧部件翻上去，这里翻上去，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呢，这个部件刚已经把它给翻上来了，它的一个变形呢就算是已经大功告成了啊。那我们最后的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手臂啊，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关节，这里是一个球关啊，正常一点是把它往前面推一点点就可以了。它的手臂的设计呢是造型上是比较奇怪一点点，我们先把镜头给缩小一些先。这个炮塔的话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要往下放啊，这个我知道往下放是哇塞非常雄伟对不对，你要往上放也是可以啦，或者是我记得我当年好像把它斜一个角度放好像也可以，好像背着把步枪啊，或者是斜45度角也行啊。anyway 反正你觉得好看就好看吧，我们就暂时把它斜45度角好了。可是这样会妨碍手臂啊，算了还是往下放吧，往下放是比较不会，这个是比较不会占空间。那它的一个比较让人家觉得玩起来稍微有点怪，就是它的手臂的可动呢其实并不怎么样，尤其是它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啊，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但是这个球关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球关呢，基本上
开孔竖在后面，但是马上又接着一个这样的这个造型，所以他手臂完全是无法打直的，最多就只能打到这么直啊，没有办法完全的打直，手腕的话没办法动啊，这个小型玩具就不要计较太多。这一款主要就是它的一个人形的一个这个宽大的这个肩部的一个造型啊，非常的魁梧，这样这两片部件折上来之后呢，体型就变得更加的巨大，脚的可动呢也是比较奇葩，就是说啊，这个脚的感觉就是你看啊，你这个脚底板呢要打平的话是这样子，可是打平的话就是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勾形过来，它就是基本上它的手跟脚都是属于一种没有办法完全打直的一个状态了啊。那脸部的话呢，是一个这个头盔的话就是有一点像是什么、啊？之前有一个叫做Deluxe Class 有一个灰色的也是这个颜色的吉普车那种感觉啊，没关系啊，不记得就算了。脸部的话呢是水银，这种蓝色我不知道怎么亮蓝色嘛，金属蓝的一个配色。那整个糊成一团了，已经看着不是很清楚了。那这个黄色的话呢，漆面呢也是稍微厚一些，各位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它把这些细节的话呢稍微吃掉了一点点，不过这个都问题不大啊。那背后的话呢，造型就是很干净利落了啊。这个炮的这个部分转开一下，看到两侧还有一些细节的刻画。那严格来说呢，这款玩具呢在当年的 Commander Class 里头呢并不算优秀的玩具，真的不算优秀的玩具，因为当年第三集的变形金刚第三集的这个所谓的一个 Commander Class 或者是说 Cyberverse 这个创意系列呢，可以说是变形金刚玩具呢应该是说变形各方面设计来讲是达到一个几乎是最顶峰的状态啊。第二集的水准也很高，那第二集是主要是用料更加扎实，但是以美型度来说的话，其实第三集的这些造型来说会更加的妙一点点。那这一款在当年的话呢，也是因为它我觉得它不是很优秀的玩具啊，所以我又电影都没出来，所以我把它留到最后才给它做一个购入。那时隔今日呢再把它拿出来把玩呢，会觉得呢还是打发现在很多的玩具啊。哎，这个枪差点忘了啊，这个枪就直接的把它给扣进去，都给它有个 C 型的一个孔洞这样子。哎，这个好像没有抓稳， OK 扣上去。那我要顺便再提一下，这款玩具的话它的这个球形关节呢拿到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紧的。那我是大概在一年多以前吧，那个时候我有把这个胶拿出来的时候呢稍微玩一下的时候呢有进行一个细油的一个点下去做稍微一个保养。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效果还是不错啊，还是玩起来比较顺畅一点点的。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呢做这么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玩具的分享，谢谢各位收看，下次见，拜拜。